行车纠纷竟然亮棍棒。有一名计程车司机经过台大医院附近时，因为要切入车道载客人，却引发后方执行驾驶的不满。后方驾驶认为差点被撞到了，两人因此爆发口角。男子甚至当初拿出了两支球棒，作势要攻击。你安怎？因为我红牌。小王司机和男子火气都很大，在大马路上直接大吵，越吵越大声。同意对方差点撞到自己的车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吵到快要打起来，二话不说从车上拿出两只球棒，作势要攻击。小王问讲，这下吓坏了，一下车就拿那个棒球棍，他讲说你差点撞到我，我说我已经礼让，先让你先过。两个人就讲，是不是？我看你太老啊，不会好你心。问讲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。事发就在上个月19号上午，小王司机行经台大医院门口时，看到有民众挥手拦车，因此切到外侧车道，没想到引起直行的驾驶不满，双方为此一路尬来尬去，直到停等红灯时，红心男驾驶终于找到机会冲下车理论，亮出球棒枪杀，自车内拿出球棒恶意挑衅对方。令张姓计程车驾驶心生畏惧。好在双方没有真的大打出手，但小王司机说开车载客人却被人盯上，甚至放话要对他不利，就怕遭逢不测，现在决定要提供恐吓。记者胡伟伦台北报道。